家早上好啊！安迪伯勒今天在这个烹饪比赛，来介绍现在在海南会馆，我跟就是海南会馆妇女组合组的菜脯三层肉哇！我跟你讲，配着那个粥来吃，你看啊，哇，来看看一下。它的软度刚刚好 ，OK。来，吃下它三层肉，焖的如何？啊，这个非常棒的这个，太补三层肉了。这有一位年轻的小姐，他们煮的，来，现在安迪伯雷来。访问一下他们，年纪轻轻怎么煮得这样好 ？OK， 好的。我们今天很开心哦，安迪伯勒来到这一个新山华团特色烹饪交流赛。你看这个年轻的妹妹啊，她是代表新山海南会馆一组。今天煮的菜色是什么？来介绍。万灵手卤鸡，还有菜脯猪肉、菜脯三层肉。来介绍一下你的名字。我叫韩秀堂。所以啊，今天你煮的这个我看安迪伯勒在揣的这个三层肉啊，豆腐太补三层肉啊，非常棒。这个全部是你自己煮的吗？对，因为家里小时候看妈妈煮的家常菜。哇，跟这个整个这个，你花了多久的时间啊？准备工作差不多一天，因为这个手努力比较多哦，要跟蜡笔也要做手编织的哦。哇，你年轻就都会编织啊？很快的吗？来编织一下给人家看一下。哇，你看他，他手好轻巧哦，你看，两三步功夫就做好了。哇，你看，年轻的姑娘，所以你烹了我，你看今天做，哇，两三公斤就好了。要弄美它，我就放那个米饭进去是吗？对，然后要放米啊，放肉啊，然后再煸收口了，收口才可以吃。就好像马来人的肯豆饭一样啊。OK， 这一个就是你做的这个万灵，这个是辣来的，这个辣哦。像那个猪肉啊，你要用多久的功夫来的？猪肉大概煮的话，大概半个小时，就好了。哇，这样什么抓家传秘方吗？这样好。家传啊，就是三层肉跟菜脯，然后要配手小的。现在猜我们海南馆会馆的食物，哇！刚刚看大家吃的非常津津有味哦。哎 ，Danny。来，和主席 OK 吧？哇，早位，鼓早位。好吃好吃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香香美美的味道，真的很好吃。好吃好吃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吃一个又。